我心明，我家己使才去载。无你看是，无你看见啊，三尊嘛，你要观音无夹的贵人卡夹的有安尼啦，贵人卡夹的你听哦，两尊都摸完摸摸摸了摸摸去啥啦？所以阿伯啊，我阮公笑抽出来，因为我啊，你这个中无好呢，我阿拉无好啊，大凶呢，安尼啊会煞呢，大凶呢不见呢，安尼啊会讲甲你，总唔知死人啊是安那呢？伊讲我甲你看吼，你这边刷三笑。我无啦，我身边都菜歪歪，那时候刷三笑，你讲菜中啦，伊讲唔好，我你放屁啦，莫你讲菜了对啊。啊，你啊，明明硬甲踩落，啊，毋是一帆风顺，趁钱趁甲变贵变食水。我了后今年无风水这个物件啦，你听我讲啦，这世间无所谓风水啦。我哦，了后吼公司包几啊间啦，我来一人租你吼，直接人租租厝租厝，公司动动搬动动搬啦。啊，包公司咱厝菜新名，你听我有三尊新名，这三尊新名是我家己猜，这三尊新名拢是阮老爸当年是留落来，我老爸就留三尊新名。啊，唔知要请倒去，你听无？啊，我到阮老爸拄当的时候，我捌徛倒来去甲迄个人个姜个庙去问，伊讲阮到有三尊新名，才寄人食话是害人无，人歪啊。人就讲我你啥物新都唔知啦啦啦，人就讲歪。然后我咧刷新名是安尼啦，我刷一个新的工厂，迄边倒啊袂好，你听无？我新名我家己使只去载，无你看是无你看去咧，我使只去载吼。啊，新名啊，你楼顶无来，你听无？啊，三尊嘛。啊，三太子哦，加一支刀，你听无？啊，我另外出一个先天上帝，买加一支剑，你听无？我中昼拜一尊观音啦，啊，观音就上单纯啦，无刀无剑，佮无我长长桥，你看无？咱三太子是地精，无我金仔无？啊，观音就无，你听无？啊，我一早要摸三尊啦，你要观音哦，夹要几人卡夹袂有安尼啦？啊，但伊手提个神明，佮一个三太子一个啥？这个是三太子一个先天上帝，你咪夹夹夹夹，咪夹去楼卡，我心就是安尼耍，我就到太去六港买大只神刀。在了，我头家带囥到，我囥在边只啦，囥在边只就好啊啦。嗯，爱在边，我看伊，我啊你红旗啦嘞，我啥物做红旗啦？嗯，啊你无叫老师来看吗？我老板在怎讲哦？你来咧看新都方位有无？你叫老师来看，老师来看方位上水啊，伊用一天顶啊白一人刷顶伫遐，啊菜刀的人去菜中，你听，我叫老师看过。啊，更新都来问讲，哎、欸、了，大你红旗啦嘞？我红旗啦无，红旗要创啥？啊，我新都在菜啊，我无咧菜，啊你个菜中就好啊嘞。啊，这边就菜中就好啊咩？老师，我财神都阿伯啊，我阮公笑抽出来，因为我，啊你这个中无好呢，我阿拉无好，啊大凶呢，安尼啊会煞呢，大凶呢不见呢，安尼啊会讲甲，都唔知死人啊是安那呢？伊讲我甲你看吼，你这边刷三笑，我无啦，我这边都财歪歪，那时候刷三笑，你讲财中啦，伊讲唔好，我你放屁啦，莫你讲财了对啊，安尼啊明明硬甲财落，啊唔是一帆风顺，趁钱趁甲变贵变食水，爱讲财神明啦。我就讲，个人卡夹的，你听哦，两寸就摸完摸摸摸了，摸摸去啥啦？我那这就看到我，哎呦，你哪安尼啦？是别我咧摸啦，我哪好紧啦？啊，无第一套卡也无讲到，哪好紧？我即讲哦，迄老师讲哦，你的姓名啊哪安哪，你的大名啊哪？我知啊，啊娘喂，我塞劳斯莱斯呢，我搁塞一只法拉利呢。啊，你这老师嘛在塞拖塔呢？你叫伊塞拖塔来搞算啦，对？福人积福地啊，唔是福地福人积，你听无？唔是福地福人。是福人积福地，善事做较济，你就是有福的人。你有福的人，去到倒，就是迄个地，就是福地。